颗心头是你的名字。星星秀燃爆星在这里，我是南宝，大家喜欢南宝的点点关注，手机用户在我们左上角的橙色爱心，电脑用户在我们右下角的直播日通知我，然后大家喜欢跳看跳舞的宝宝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南宝跟美雅，右键关注一下我们麦上的宝贝，然后有想做场控的宝宝可以私聊一下我们麦上的皇马，992长期招收各时间段稳定场控。好啦，我跟三八真的很有缘分。那我们跳下一支舞吧。欣赏他又来了一片云中，只等只等有人与之共享，他是绵绵一段乐章，多想有谁懂得吟唱，他又慢慢一抹柔光，只等只等有人为之绽放，越扫越扬。
欢迎大家来到九九二星星秀，燃爆星星就在这里。大家喜欢主播的点点关注哦。嗯，就我也很想很想跳古典舞，跳的也不好，大家多多包涵。首先会关注在左上角的陈三星，右下角是电脑用户在右下角的直播通知我。然后喜欢主播不要忘记点关注，点关注不迷路。然后大家再给麦序上面南宝跟美雅右键关注一下，有想做场控的宝宝可以私聊一下我们麦序上面的黄马，九九二长期招收各时间段稳定场控。嗯，好了，最后一支舞吧。喜欢男宝的点点关注哦。就我古典舞虽然跳得不好，韩舞跳得也一般。
然后但喜欢的点点关注啊，蛮多的我知道，对，但是平常我不会穿的很多的，然后大家喜欢主播一定要点点关注啊，然后大家给麦上的男宝美雅还有奈奈优先关注一下，有想做场控的宝宝可以私聊一下我们麦序上面的皇马992，长期招收各时间的稳定场控，做场控可以看美女彩排，大家不要离开992，然后后面的节目会更精彩，对，后面两个主播都比我瘦，然后长得还比我好看，所以大家不要离开992，后面的节目更精彩。但是呢，虽然我长得胖，对吧？但是我们也是微胖界的一枝花儿，所以。喜欢我的可以点点。